准备好的集市全开给他背壳，是条幅的最开，然后我有来背壳，然后折出边，还有落款留一行，中间我也有把行气两行之间要有一个留白的行气，天大地小，好，给它恢复好。那行书的，就是不需要格子，它可以大大小小的变化。选了两首兰亭序的集字联，那个水吸干一点，要充分的泡水，泡到这里，到这里。整支笔充分的泡沾墨，然后先在这个背纸上面写一下，把水分写到刚好了才开始写作品了。折的比较多，
Mississippi.轻轻的。
几笔才转过来。你让他吹一点哦，应该让他结束是。一样。好，这样子，裁掉就可以。Thank you.
张。是和印章的大小尽量差不多。比较大就是上下左右中间，大约一个印章的大小。我还有就是你的行号一样要留一个印章宽度的大小，尽量不要在这个空间，对，尽量有字依靠。中间要用力，四个角落。我下面一定要垫这种不是滑的，然后我借着这个线，把它对置，找它的对得很准的地方。银手簪，我们折的时候有留比较大的银手簪的位置，所以这个边留到这里。木款在左边。你这个印章刻得不错，可以分享一下。放一血神。它的下面一点点。靠上面，不要再中间了。上下四个角落的中间，
原来这个落款如果是比较，啊，这盖在一个我的故乡的印章好了，啊，这样子上面应该大。作品就是可以远距离看，这里如果少一个印章，那边会就是这里会留的太多，所以这里再盖一个章，一样要稍微一个那个笔画。可以刚好一个石头的大小，也可以再下一点点，这里有一条线。上下有四个角，还有中间，尤其是这种白纹的。没有按的用力，还要照顾到四个角。好，就这样子就好了。原来这里有要盖一个，这里既然盖这样就不用了哈。这要看情形。两边平衡了就好了。如果这个叫做腰际的腰际的章哈，腰，就是这个我们身体的腰的同样意思哈。那这个看起来不用了，算是完成了。随手写的，要好作品通常是就是一张、两张，他越写精神会越好，其中就是精神最好的，越写的最理想啊，感恩。